控诉二二四六二一一八，还有几声？听讲。哎哎，听讲。你的意思哈，咱这空调好比你讲的，就是讲，咱都要有助威啦哈，防威的伎俩。哦，这种个不管你是用一针、用二针，总是要用咱的观察、确定的所在。哦啊，有必要咱讲自叫做啊适当的防卫，必要的防卫，必要的防卫，迄种总对的啦吼。但是正常化呢，就是爱练功夫呢。哦，你普通时在有操练，哦，在像人咧古早讲拍拳未过腰呢，会晓真正落去练好，身体又好吼、哦。所以咱爱有这个健康以后节目，无非就是要让大家普通时身体顾好。哦，你啊看，即马蔡天贵教授，伊咧顶无六十五岁以上的人，六十还是六十，我记六十的了吼。六十一岁、六十岁以上的就会使参加这个。自卫队啦，哦，伊这个抗暴的部队，抗暴的，伊要予大家有一个好的身体。伫个有代志发生的时，即个第一线的，安怎来救台湾？六十以上的人，伊就较无迄个后顾之忧了，因为比较起来吼、哦，以前咱拢叫少年人吼、哦，黄花岗什么七十二烈士，哎，来看迄、那个最近的报道吼，讲、哦。囡仔上高犯罪的年龄啊，都是十五岁至十七岁。哦，这写伫个咱《自由时报》美第五版，当时哩怎十一月初八礼拜日迄天，少年的犯罪，台中市政府统计十五至十七岁上侪。哦，啊，你毒品的犯罪嘛，比率增加。啊，降低犯罪率，少年对软硬兼施啊。哦 ，OK， 啊，这是咱台中报道。对啦，伫因这个头人吼，讲起来拢安尼，真够讲啦，真够统计啦，真够分析啦。但是你也看到咱民意代表的最高殿堂，咱台中市的议会议长，哦，伊都安尼，也收钱两千几万，佫会判无罪。啊，其他甲伊这案件有人，有关系的人拢总有罪。有迄个足歹，互咱理解啊吼。你讲法律千万条，别用家己摕来抄。但是超到这歹看，咱嘛唔知讲到底是要安怎对一个正义来交代。哦，咱世间无一项代志，予咱会艰苦心，就是你无公平啦。哦，你若比如讲马英九
伊的案件若判无罪，啊，你后壁也搁甲判无罪，搁甲关到头毛生杀母，诶，这就是无公平嘛！因为你偏偏用到迄特殊费、高价费，甲我上一个，啊，一个都甲你硬拗，哦，一个都甲你硬拍，啊，这样人袂平啊。但是你若甲讲，啊，莫叫你判有罪，啊，变也要判有罪，啊，两个拢做好都有罪，哦，OK，啊，这咱就无话讲啊。今仔日法律互咱看，拢总是即款。upside down, upside down 就是迄个天平啊，天平会翘，一边重一边轻，迄互咱看袂落啦。因为对成文法吼，咱的法律就是来自这个巴比伦王国、巴比伦王国，伫古早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迄个年、迄个所在，肥沃半月湾，迄个国家，我说巴比伦。巴比伦国家就是今仔日伊拉克、伊朗伫迄个所在。啊，今仔日巴比伦城嘛，搁伫个巴格达以南85公里个所在，遐留落来世界遗迹。迄、那个巴比伦城内底上大个贡献，就是曾经有一个巴比伦王。哦，伫个西元前1600年前，迄、那个巴比伦王，伊定出迄个年代世界上早个成文法。就是有白纸黑字写出来，遐种叫做刻刻伫个迄个乌色石头，咱称为乌心石吼。甲迄款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迄种个法律精神刻伫遐。遐阵伫医疗个规范内底，就是你若甲贵族个囡仔治好，迄、那个贵族需要足济金银财宝来报答你，医疗人员就使大数据个摕。病病迄款的病，那是乞食啦、流民啦、吼流浪汉，伊受你治疗嘛好，你袂使甲要求医药费用，你再免费甚至免费治疗，所以你甲看卖，即款的对等原则啦吼，就是迄个时阵巴比伦王、哈摩拉比啊，这个哈摩拉比啊，这个国王伊的精神所在，啊即款的，咱今仔日到底有用的？咱伫台湾的法律，这个天平有啊无？显然是无，哦，显然是无。一个案件收钱，互市政府内底官员，甲你叫你认真去做，啊，伊有照安尼做来讲，诶，那迄个法官嘛问，台中市长呢吴志强，啊，你是安怎？遐侪案件拢无批，啊，你干呐批这个案件？哦，啊，这吴市长嘛真敖讲话啦，伊讲。啊，台中哦，最近诶，较正规诶店哦，都啊无，都一间贵，啊总是爱互人贵嘛吼，啊总爱贵一间啊嘛吼，啊贵时我都甲一间条件上好诶，啊伊也无违法啦吼，有影啦，要对公家机关申请诶是啥人要甲违法诶部分讲出来，明明咱知这是珠仔店，这是内底会跋筊诶，但是伊要申请诶时到讲伊要跋筊，出侪酒家。做这做乌的餐厅，你登记的时候，敢是干那做酒家甲餐厅尔？伊敢讲伊要去做吉利河市场？无嘛，哪有？甚至包括大饭店、大大细细饭店。以前我细汉的时候看迄个大饭店即出电视连续剧，我真不爱看，原因就是讲看是要创。啊，都饭店拢是咧做迄款三七啊，做迄款求客所在咧用诶，进进出出男男女女拢总是为着干呐，哦，要去遐休息，啊休息这是求客日本话，咱明知讲就是要去遐经营吼。啊，即款饭店哪有啥物头？后尾咧三人外国真正饭店，确是安尼。哦，因为饭店有迄饭店经营诶风险。有迄人性化的故事伫内底，哦，所以内底所描写是真水的一个，哦，无同款的空间甲时间，有迄个 Grand Hotel 大饭店的故事。尾啊，等下我甲伊做医生了，就怎讲？咱咧欣赏是欣赏迄个故事，啊，你干呐咪目睭干呐看讲伊内底色情的部分吼，甲、哦、一个大饭店应该有诶迄个标准拢，啊，甲迄款目的拢拍无去。伊真无彩，啊，
这有影啊，所以今仔日是有扭曲，啊，我迄时阵看的角度嘛是拢扭曲的角度，因为我看到就真正是迄款啊饭店做做 QK 的所在，竟然是公开的寄藏院嘛，哦，伊要登记时，敢会去登记讲我要做放 QK 的所在，要让三七来来报，甚至讲点叫人去的所在报嘛。哇，所以这还是判无罪，我还想够行。一款不对等的原则，哦，咱讲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眼，你不能以眼还牙，以牙还眼，